紧接着颁发捐资心血，在此我们要感谢所有捐赠者的慷慨解囊，让东方国中能够不断的进步与成长。特别颁发感谢状给予捐资10000元以上的人士哈。好，那这个司仪这边啊，因为今天的这个人数非常多哈，那如果按照我们的序位哈，可以从这边司仪这边啊，一一的我们工作人员引导上台哈。好，好。好，因为这个奖比较那个，对 ，OK， 这个是 OK， 好。好，那首先我们邀请我们大会的主委，我们的林贵国林主委。好，这个奖我们邀请我们的镇长来帮我们颁奖。也非常感谢我们罗振东所及罗振东代表会对于我们学校的支持与鼓励，谢谢镇长，谢谢我们的大会主委，我们是这里掌声来谢谢我们的李贵国主委，谢谢镇长，紧接着邀请我们的林杰亮会长席，也谢谢我们现任的镇长会长杰亮，邀请我们周习席周会长，会长席，我们杨迪修杨会长，会长席，好，我们罗宝李思涵席。陈书瑶总会长，书瑶总会长起。我们郑以进副会长，副会长起。我们陈进雄总顾问，陈总顾问起。刚刚红姐特别练的特别大声哈，很多人听到哈。OK， 好，我们何建生副会长，副会长起。好，我们陈雪清老师代表赖哲成老师，陈老师起。还有我们的大学长，我们第一任的执行官王红平学长，王平学长起。好，再来是我们的家长委员林慧纯委员，委员席。好，再来邀请我们的周慧珠老师，周慧珠老师席。好，我们蔡佑珍顾问，蔡顾问席。李经纬校长，校长席。我们李彦翠校长，校长席。邱冠中会长，会长席。林聪文代表，代表席。好，我们黄光宇理事长，理事长席。我们张延伟顾问席。我们卢明清顾问，顾问席。我们卢洪国校长，我们邀请邱老师代表，老师代表。我们简坤耀主任，简主任席。我们严浩国会长，会长席。我们潘帆烈校友，潘老师席。我们黄玉达老师，哇，今天最辛苦的我们的最佳纪录，我们的潘老师黄玉达黄老师哈，谢谢。我们卢碧霞老师，卢老师席。我们陈英奇顾问，陈顾问席。好，以及我们的林宏杰校长，好，以及我们的谢嘉伦议员，议员席。会在报告书那边已经给各位我们的长官贵宾，好，那如果有这个需要更换的或者还没拿到的哈，等一下我们会后请到我们的报告书这边啊来领取我们的捐资心血感谢状哈，谢谢。
在企业有所成，或者是在我们的军工教各个行业里面有想到我们东光给予我们祝福，这个代表我们东光半决赛的一个 DNA 能够继续的来延续，来把这样好的传统来我们承先启后。那也谢谢各位历任的师长，让我们东光的学子可以这么的幸福，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之下，在老师这么优质的指导之下，而且在我们家长大力的支持之下能够充分的展能，让我们东光在各个表演或者是在各个赛事而且在教学上，刚才很多校友们有提到这个品德教育非常的重要，所以从刚才我们一下车就体验到我们孩子们的用心，孩子们的礼貌从这些细腻的动作，其实都是一点一滴透过师长每天叮咛每天的指导，才有今天这么棒的东光的一个品牌那也谢谢所有师长的辛苦，也再次谢谢我们作为捐资人，也感谢你们有你们真好，谢谢。